接下来请收看《严师新药谏言》。上师又说，未来时代追随莲花园之语的幸运人们，朝着仔细聆听吧。首先，在道上修行时，你必须精进努力，因为过去你将所有心神放在迷惑经验中如此之久，无数劫以来，你所做的一切都在迷惑中偏离了正道，如今获得人生。 你应该要在此时切断这个迷惑期望。一切有情众生都被阿赖耶无明分的黑暗所蒙蔽。当二元相对的经验升起时，这种经验会透过对二元的执取而变得固实起来。无论有情众生在做什么，他们所做的一切皆是悲哀的行为。 六道众生的迷惑囚牢是多么牢固！获得一个人生是极为困难的。虽已得到了人生，却只有少数人听过佛的名号。听过佛的名号之后，也只有极为稀少的人会感受到信心。而即使感受到信心，进入佛法后，许多人还是会像 顽固的野兽般毁坏自己的三昧耶与戒律，往下堕落。看到这些有情众生，菩萨感到异常绝望，而我莲花园则感到无限哀伤。错家在佛陀教法注释之地，即使得到圆满人生的人们，无数生以来已积聚了无边功德。 他们却仍然经历着六道有情十足的业力，其中有某些人听到佛的功德特质时，由于被贪着与嗔念所激之故，还担心他人也会对佛功德感兴趣，因此在他们成为佛陀教法追随者的一份子后，竟还担心轮回会浩劫。这种贪着与嗔念， 即是地狱的种子，这些人来世将会投身到完全听不到三宝名号的地方。生在现代或是出生在未来，并能正确听闻莲花园话语的人们，以下就是你们应该做的事。为了好好利用你已获得的人生，你需要殊胜的佛法。 那些执着且渴望世间声望和名声，却没有实在修行佛法的人们，不过属于动物当中的最高层级罢了。如果你对这一点感到怀疑，你可以仔细思量一下：总是渴望或挂念着身体的暗示，挂念着身体能否继续存活，挂念个人的胜利攻击。 挂念个人至交的得意受贿，担忧个人的仇敌会得到仁厚的回报，这些全是世间人所具备的心思。而天空中的鸟，地上的老鼠，住在石头和岩石下的蚂蚁，也全都拥有同样的心思。一切有情众生都有这样的挂念渴求。 想要比其他众生少一些伤害自己的敌人，只能算是动物中的最高层级而已。若真想修行佛法，就必须舍弃对地方的执着，你的家乡即是爱执与愤怒的出生地。只要存放一些方便取用和携带的食物及财产就可以了。要确实这样做，直到你已抛弃对食粮和穿着的贪着为止。不要保存那些会让你散乱分心的财物。要去寻找一处粗鲁无礼之人不会常常出入的地方。要谨守食粮仅足够简朴地养活自己的生活形态，远离有伴地隐居起来。首先要禁止你的罪行，接下来要直观你的心。心的自然状态不恒常，但却投射出心念，这就证明了心是空性的。所投射的心念无阻碍地升起，这就是自心的觉知明性。莫要追逐心念的投射，也不要攀执此认知明性。放松你的注意力，并认出心的体性后，你本然的觉性便会显明为法身。时而要做一些净除障碍以及真上的修持。如果你能以此方式跟随我的引教，那么你就会在当下此生达到持金刚的境界。上师如此说道。乌迪亚纳的莲花生大师，传名为宝丁的引教就此圆满。这是长了秃鹰羽毛的持名者仁真果灯，在朝向东方的白色珍宝埋藏物中所觉出的伏藏法。三昧耶封印封印，愿一切转为善，愿一切转为善，愿一切转为善，吉祥圆满。对赤松德真的忠告，其义哉！上师莲花生受赤松德真国王之邀，去净化一块建筑地，建造吉祥无尽愿任运圆满城的桑叶寺。之后在进行开光仪式时，国王邀请身着暗褐色织锦披风的上师，坐在位于上方中央厅堂的狮子软垫宝座上。赤松德真用米制的酒敬示上师，左右手上各放了装满酒的金银高脚杯。国王供养了种种物品，将1万尺大小以松耳石制成的花，以七针的方式排列在精致的曼达盘上。国王从自己的颈上拿下一个名为闪耀马卢的松耳石饰物，置于其上象征太阳，又拿下另一个名为坎卢无上密意的松耳石饰物，摆放于上象征月亮。他在黄金曼达盘上配放了其他珍贵宝物，作为须弥山和4大部洲的象征，并配合着赞颂词，把这个曼达供养给上师。非依凭父亲和母亲所生，您的化身像自莲花中出现，此化身以切断生死之流的金刚身，感化着众生。透过无束缚的无垠体证，您向聚气堪佩的人们揭示了佛心，娴熟于种种方面来调化。您将高傲的神灵恶魔系服于视眼下，拥有3身圆满的事业之故，您的化身像更胜于其他诸佛的色相视线。我向金刚顶卢曼的莲花像顶礼，并以前进来赞颂您。虽然您在受用5根玉乐时没有任何执着或贪恋，但是您却以悲心接受5欲之乐，使得一切众生能造作功德。当我向您祈请赐予无上深奥之意时，请仁慈地眷顾我。”上师回复说：“国王陛下，您欢喜我现在的色相视线吗？”国王回答说：“是的，我很喜欢。”然后继续说道：“吾有四大种之极，超越生，也超越死亡。您具有高洁的悲心，为着众生的利乐而行。您的心以法性的固有本质恒久安住。是的，我欢喜您的体相，众生的护佑主。”然后上师说：“你应该知道，行者的上师甚至比此劫中的千佛更加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此劫中的诸佛都是追随上师之后才出现的，在上师存有之前，佛这个名相也未曾存在过。”接下来并说道：“上师是佛，上师是法，同样的，上师也是僧，因此上师是三宝的根本，无需再崇拜其他的。尽力地服侍你的上师吧，若能使上师欢喜，你便会领受到所求的一切成就。”然后国王向莲花生大师询问：“伟大的上师，当我们想要从因位来成就果位佛果时，对一位有情众生而言，首先了悟的见地显得格外重要，但拥有了悟的见地又是什么意思呢？”上师答道：“一切见地的顶峰，即是正觉心的菩提心精髓。广大无边的百万宇宙世界，十方一切善事和三界所有众生的本质皆是相同的。其中一切的一切，皆被含摄于正觉心的菩提心精髓之中。心在这里指的是从无声之中升起的种种不同展现。”然后你可能会问，佛与有情众生的差别是什么？这无非就是了知或不了知自性的差别。觉醒的境界或佛性就存在于你内在，然而你却不认识它。众生因为不认识自己的心，走岔了路，因而进入了存有的六条川流之中。接着你可能还会问，那么了知心的方法又是什么？若要认识之心，经典中教导，你会需要上师的口诀。关于这点，我们说，心即是思考者与辨识者，的确是有某种经验者，不要在外界寻找此心，要往内关照，让自心来寻找他自己，要对自心本性的实况达到确信。心最初由何处升起，现在又驻留何处？看看最后心又去了哪里？当你的心往内观看心自身时，心发现心自身并不从任何一处升起，不驻留在任何一处，也不去向任何一方。要解释心就是如此这般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会发现，无论是内在或是外界，心都是毫无实质存在的。心没有某个关照者，心也不是观看或观照的行为。体验这心时，它是广大的，没有中央或边际的本觉。心从本初以来，便是空性与解脱自在的无垠片处。此本初觉性是本来具有且本质存在的，它并非此时所造，而是从本初以来就存在于你自身之中了。而见地就是去认证这点，对此要有坚定的决断，对此具有确信意志。我们了知道，从本初以来，心就如同虚空一般任运显现，心就像是太阳，没有任何无明黑暗的基础。心就像是莲花，不受任何过失所垢染。心就像是黄金，自身的本质是不会转变的。心就像是大海，是不移动的。心就像是一条河，永不停息。心就像是须弥山，是完全不变的。一旦你了悟了心的状态就是如此，并稳固了这种了悟，那就称为拥有了悟的见地。国王问道：“拥有禅修的体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”上师答道：“仔细听啊，国王陛下。拥有禅修的体验，意指让自心处在无有戏论造作、不臣服且鲜活崭新的状态中，让自心安住在其自然、不受拘束且自由解脱的状态中，不要把自心置源于外在事物上，也不要专注集中向内。”要保持无所缘的状态，在你具身本性的大平等性中，让自心保持如如不动，犹如一盏无风吹动的酥油灯叶一般。在这样的状态中，种种体验便能升起，你的心事可能会变得强烈满意、鲜明，或全部终止，或是喜乐、明亮、光耀、理念。心也可能会感觉到浑浊、无参照点，或是超出这个世界惯常的模式。如果这些体验升起了，不要认为它们有任何特别的重要性，因为它们只是暂时的经验罢了，切莫攀执或是固着在这些体验上。若能如此，这就称为拥有禅修的体验。国王问道：“拥有行持的平等位是什么意思？”上师回复说：“行持在这里指的是，不间断地处于禅修之中，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正在禅修的对境，我们也不要分心散乱。无论是行走、移动、躺卧或是坐下时，你都要像溪河川流不息一般，在一切情境中将此牢记于心。”平等位，意指去接纳你所看见的，或是任何五根欲乐所展现出的一切，同时认出你的固有本性，远离任何贪着或攀执。你对任何事物既不取受，也不排拒，就好比到了珍贵黄金岛上一般。这就称为拥有行持的平等位。国王又问：“什么能让我们穿越动念的危险狭路呢？”上师回答说：“禅修安住时，若是有概念想法浮现，无论升起了什么，这些都是从你自心中升起的。既然心并非由任何实体所构成，因此这些心念本身也没有真实的实体。举例来说，就像是出现在虚空中的云霭，又消失到虚空一般。心念在心中升起，又消融于心中。概念想法的本性，即是本然的法性。穿越危险的狭路，意思是说，当自心异动到种种念想之中时，你应该把注意力导向此心自身，就好比小偷进入空屋一样，空性的念头无法以任何方式伤害空性的心，这就称为穿越动念的危险狭路。生命电视新竹吉祥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、现实供、护生、佛学讲座暨财神法会，恭请战时法师主法。日期3月8号星期日上午9点，地点梦竹国宅军工里活动中心，地址新竹市东区建工1路49巷14号2楼，联络电话03-5165832。03-5165832，上午8点于新竹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，现场备有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书写，当天备有100份发财米与众结缘。生命电视台中五方讲堂举办传授八关斋戒、礼拜慈悲三昧水忏、护生、点灯、供水、药供暨甘露施食法会，恭请湛乐法师主法。日期3月28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，地点台中五方讲堂，地址台中市北区崇德路1段631号3楼至1，联络电话04-2238-9987，04-2238-9987。法会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，欢迎填写。